这个房子呢，现在检查做完了，做完了呢，方兴啊，我旁边就是方兴，方兴呢是房屋检查师，也是我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弟兄，方兴，感谢啊，啊，不客感谢，气今天下午呀。忙了这么长时间，那个检查之后觉得房屋怎么样？这个房子不错呀，大家好，我叫 James，我是那个信用房屋检查呀，很高兴今天能帮那个 Alan 跟那个Paul 一起来那个来看他们今天买的这个房子。这个房子不错呀，这房子的话只是有一些些小问题了呀，像热水炉那边的话需要那个通风管需要改进一下，有一个高温高压的排水管需要再加强一点，然后在楼上的走廊跟楼下的走廊的话，需要装一氧化碳的 alarm，然后每个 bedroom 也都是要装一氧化碳的 alarm，这是 safety 的东西。然后有几个插头，有一个插头的话是没有电，那另外的话有两个插头的话是没有接地线。那没有接地线的话，就是不会跳电，所以说采用从安全角度来看的话，这个还是需要改进一下。那别的就是一些非常非常小的问题。然后屋顶的话，我用无人机检查的，我用那个后来拍完照片以后放大了看的话，就是左边的有一些低的地方，有一些瓦的话，有几块瓦有碎掉，有一块瓦有松掉，那这些的话找一个 roofer 来改进一下就可以了。啊，所以说很好呀，这个房子的话，从这个年纪来讲的话，算是非常好的 condition 了。非常感谢感谢方兴，方兴每次给我客人做检查都非常的非常做得非常仔细啊，detail 的 inspection，所以每次客人都非常的满意。这次同样啊，同样 Paul 和小红非常的满意啊，谢谢谢 OK，谢不客气呀，很高兴谢谢谢谢谢谢，能够再次帮那个 Alan 的客人服务。谢谢谢谢 OK，谢再见，谢谢谢谢。谢谢。